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一天的 quarantine， 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quarantine 还出来散步，感觉很像很没有道德。但这边呢是北肯德基，他们没有规定说你旅游后一定要 quarantine， 而且他们也没有硬性规定说你要戴口罩，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戴下口罩。然后我出来散步的原因呢，还有因为我室友他是美国人，他回来从外面，然后我想要跟他有点隔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出来一下，然后他如果整理好了，比如说吃完晚餐了，他也就回他房间，然后我回去也就回我房间，这样大家也不会接触到。很好玩的呢是现在其实晚上9点，昨天还很亮啊。我要好好记录我的第二天，我现在还是很健康，然后没有发烧，然后没有肌肉酸痛。昨天呢我只有打开检查有没有断弦啊，或是走位啊，然后今天要来仔细检查，还有调音。昨天实在不想要练琴，但我今天想说来好好练一下，而且加上有一件事很想要小小抱怨，也不是小小抱怨，但是就是觉得为什么疫情会这么严重，而且一直控制不住。因为呢今天我室友呢他的祖父母就来拜访他，之后这样我们家的，而且他们已经是80岁了，之后我就很紧张，我已经跟他们讲说我是从LA来，然后我坐飞机，之后他们一点都说没有关系，然后他们礼拜一要走，也就是我 quarantine 的第四天才会走，这样就算咯。他们的男朋友还来了，就是我室友男朋友也来家里做客，又是室内的，因为我们一直有空调嘛，我就很害怕，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一直关在房间好了。很开心的是呢，我有大提琴可以陪伴，还有你们看到这个，这其实是训练核心肌群下，昨天我也可以做一个 vlog。 OK，刚发现一件事，我的琴可能有 open sim。因为呢我本来只是要去 LA 一个礼拜，然后我知道我们有空调，所以呢其实我留了一碗水在 cello， 就在大提琴附近，然后我也有放刚刚看到的就是加湿器，可是因为 CT 突然的 shutdown， 我待在 LA 就变成3个月，然后这个当然干掉，其实我的水也干掉，但我想说哦那应该只是就干掉嘛，所以刚好就应该会保护到大提琴，但是我没想到还是 open sim。 有听到吗？今天是 quarantine 第二天， It's my day 2 in Kentucky. The surrounding only one person. And then me. Okay, look at the sun. Okay, even though I knowI have a open scene for my cello. 我知道我有
不是我大提琴有 open string， 但是呢，刚刚拉了一下琴，觉得还好。只有 Asian 听起来怪怪的，但其他的呢，拉起来都舒服很多。BLA 的琴，接下来，等一下回去，希望呢，我室友跟他爷爷奶奶不要在公共区，因为我可能会要一个 snack。我希望可以不要跟他们太常见面，也希望他们可以自己害怕我一下。虽然他们一直不害怕，我跟他们说，我们国家有在家都不能遇到人的这个规定，他说这怎么可能？对，这就是可能。那也就是为什么台湾的病毒的感染率这么低。现在9:02，看还有一点亮亮的。我觉得我现在挑这个时间出来蛮好的，从刚到现在你们应该只看到一个人，然后很多车。每个看到戴口罩的人呢，他们都非常的 What is she doing 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他们的感觉是说 Where did she find the mask？ 因为两种都有可能啊。然后我刚刚遇到的那一个年轻的女生呢，她也没有戴口罩。OK， 这是客厅，因为呢，我觉得人太多在这个室内，所以我就把窗户打开。Grandparents is outside. Okay, that's the wrap. Thank you for watching. 谢谢收看。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each other. Remember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记得按赞哦，还有订阅、分享。明天见。